今年把这红烧炒炒来吃一楼。这个不吃了，越长越好哦，这土鸡。啊啊！我这是上面。啊，里面刚才吃一顿肥。这肉盖的炒的好得很，用锄头也穿。我腾腾混起是吧的，那欠水，那锅里是吧好锅。这么少。这腾腾个地方你跟着跟喽，把车了来给这个也接着小锅的。就是要干全程呐。这炒菜炒的好好哦，背后去喂鱼嘛。就是啊，不用另外去管鱼炒啊，你跟讲的鱼有吃，红烧的有饭喽。这一坨炒炒才嫩，是中家园好嘛的，巴适喽。哎呀，这条路终于穿完了。这弄多好难的饭哦。这一家空豆红烧菜洗过的多，那会儿我们小孩儿让包谷弄弄才恼火，又热又渴的痛。昨天所以东西配件当街看到的，都搞错了。今天嘛，幸好是阴天，如果从早上起来就晒一黑，那我们这气温选得好啊。哦，就是等到这种阴天来吹嘛，就没当热噻。哦，就是一个一路喽，还快到我们。这鸡烧熟的嘛。干活路就是先干，回家再说。你先把草补起回家去嘛，我往山上去搬个麻子我来吹。好的。妈妈，你看这个都弄损了。那个一个钱的洗完了给。好。就挖这根，把那个小的留到，就挖这根大的。哟，一下还挖不脱的。哇，好巴适！这一根都还更大的，挖起走。一二三。哇，够了。哇塞，好大劲啊，这个。啊，这个吃真合适。走，不就换衣服去？嗯。爸爸吃饭喽！那给我孙子口，这个鸭子烧的好像也很喽，喂这个鸭子。没回家嘞。王爷爷，你在干啥子？俺那鸭子也整。那小的被你当大了，这大的呢？小噻。哦，啷个搞的？鸭子来杀孙子啊？啊，我就啷个想的。要得嘛，我先把孙子剥开煮个水。冷水下锅，现在姜子煮白水，要得了，你去泡去。姜子都没了，不等了。今天你咋
过去哪搞搞啊，洋洋？嗯。我们都干完活路回来了。我想你要放个草去，好养它呀。三天里头，我都把那下雨倒好。看见了，把鸭子带上去。再把绳子带上去，草抓上去玩儿。啤酒，放鸭子。划船。王子爷，给你姑姑几个到家了，看看她吃完了没有，看她换洗鸭子。今天你老汉儿给我一个惊喜，是的，本来我说生着那炒来吃的。嗯，那鸭子烧就好吃喽。嗯，味道不重。他们俺孩儿喂的鸭子，随时可以拿出去吃，晓得不？俺说的有道理，俺说小的都种怕了。确实，俺这个孙子适合烧鸭子，俺那儿对着。哎，这太好了，吃的不是。哎。不敢让走回路，但咱们也天天跟着俺吃面。妈呀，面好吃，天天我都吃不腻。你看，鸭鸭都肯定上瘾。